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1699集的节目，即将要迈入1700啊，在1699这一集给大家分享一款算是比较重量级的产品 ,TMT01 的赛星大黄蜂。大黄蜂电影里头呢最初登场的那个造型，这个大黄蜂呢在官方的产线里头也是有推出的。那我们直接先对比一下两者，这样子以官方的这个模具来做个对比啊。首先大小当然是不能相提并论啊，但是在外观上面的话，这一次的 TMT01 可以说是做到非常的接近。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车子的前方这个形状几乎是完全一样，黑色的条纹配置也是一样的啊。那么呢它的这个轮胎的部分啊，由于官方是没有做一个涂装的，但是我们这一款的话呢有加上一个银漆还有黄漆的涂装。侧边来看可以看到像这个地方有两个孔洞啊，那它一样是有把两个孔洞的这个细节给做出来。这一片的话呢是一个算是扰流板吗啊，这个也是跟官方做到一致的。后方的缺口的话呢形状呢几乎都贴合到一样啊，不过官方的话呢这个地方有一个小鲨鱼翅啊，这里的话呢其实是算是没有了啊，这里多了一个小凸，但是我想这个并非是它鲨鱼翅膀的一个设计啊，除非你现在把它修改啊。那由于这是手上这一款的话是一个测评件，所以它并非是最终大货的形态，所以它身上的这个涂装啊还有一些细节可能会跟最终大货是不太一样的啊，那各位就仅供一个参考了啊。然后它身上的这个旧化的涂装，我不晓得到时候是每一款都不一样啊，有可能，但是它这个涂装的形状的话呢，你看这个地方是往这个地方刷的，那这里的话方向好像不太对啊，不过也无所谓了，可能人家不是很在意这个。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子的尾巴，车尾巴呢必须要稍微说一下啊，官方的这个车尾巴难得有做得很好，又把它整个包覆起来。而这一款的话呢，它的一个车尾巴你看到这里有两个排气孔啊，对应到官方上面都是能够找得到的，包括这里的这个倒三角的这个形状啊，在这边虽然没有完全比例没有完全一样，但是形状的位置来讲还是对的。那它这里的话呢有两个这里银色的这个涂装，这两个像什么什么什么气管的啊，这个都是完全去制定到官方的一个模具，你包括这个三角形这个地方啊，你可以对比一下，所以这一款的造型来说是真的很用心在做了啊。当然那这里的话呢，背后这里的话呢它这一块部件，它这个部件一共要扣几个地方呢，这里要扣一处，这里又要卡一处，应该是说这里是卡住一个，这里又卡住一个，然后这一块部件呢跟这一块部件还有一个凸根，然后要插进去，所以它两侧架一共有六个卡扣要全部扣进去。这里的话呢可能需要稍微去练习一下，那以我个人的习惯的话，我会建议各位呢先扣中间这一个，你可以看到中间这里它这一块部件是整个卡到最内侧去，所以我会建议先扣中间，再扣下面，最后扣上面。扣上面这里的时候呢，要配合这一块部件要往上推到底啊，才能够顺利的去把它给扣住。还有这里的这个双动关节这个形状，还有啊它的这一块部件啊，这里没有打铆钉啊，所以这里的话呢变形的时候呢，如果你硬扣这里的时候呢，如果你推的力量不对，这个吸金扣有可能会崩开啊，这是我在变形把玩的时候呢啊去发现到的一些小问题。那它的一个跟官方不一样的地方有多两处，一个是这里它有一个可以伸缩出来的泡，这个泡上面的涂装细节还不错啊，这个金属的光泽感是非常好的，收进去的话呢只需要折叠一下，然后往后推啊，就可以把它给扣进去了，但是抠出来就不是很好抠啊，所以这一集节目的话呢我先把它给抠出来啊，收进去比较简单啊，这个是它的一个这个一个小装置。然后它的底部有一个战锤，战锤可以完美收纳在车子的底盘啊，各位也顺便看一下它的底盘。然后这个战锤的话它有一个设计不良的地方，就是你如果要把它收进车底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拿来触动车头的这个灯，那你可以随便拿一个磁铁，那像这个是什么黑面膜信港的那个灯，对不对？我们现在稍微去靠一下它，这个灯就会发亮啊，任何一种磁铁都可以来再点一下啊，会变成呼吸灯的一个状态，再一下呢它就会灭掉了啊。那这个也只能说是它的一个这里不小心崩开了啊，这个地方把它扣上去。这个设计的话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啊，反正你就多一个磁铁的话呢就可以搞定，很好。那这个效果的话呢我感觉吧啊，有这个发光的装置，一个外星的一个在赛博坦奔驰的感觉就真的有出来了。那我们在变形之前的话呢还要给各位展示一下这个手炮，手炮是在车形态下呢没有办法去做一个装载的。那在变形的时候呢
我们的原则上呢，它的变形我认为可以分成三大部分，就是第一个车壳会变成一个背包收进肚子里头，再来就是腿部的变形，还有最后就是手部的摆放啊。那我们的变形的第一个步骤呢，我会建议从后面这个地方给打开。后面这里打开的话呢，这一块部件啊，这块部件它从内往外啊，这里是有一个组合卡扣在这里，这个地方看到没有？这里把它给松开，然后呢，这里下方这里要把它推开啊。其实因为我全部都把它扣进去了，所以它会非常的稳固，但是也会造成说呢，你在变形的时候呢，它会稍微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困难。松开之后呢，把这个整个一个车子的尾巴往上翻，然后两侧放进去，这里有两侧各有一个凸扣进去，变成一个大的一个，把这个扣那个大凹里头，然后两侧的车轮的话呢，可以把它给解开，再来松开人物的大腿跟小腿的这个侧边呢，都有这个卡扣啊，把它给松开来。那因为我还是一句话啊，因为我扣的时候呢，我都把它压得特别的密合进去，两侧都给打开。那这个的话呢，倒是会形成人物的这个小腿的一个侧边。松开它的车顶的话呢，是可以看到这里啊有一个凸从里面扣出来了啊，这个地方还有这里啊，这里两个把它给打开，你看这个凸就进去了，这一侧也是一样的啊，往上面整个的给挑起来，挑上来，这一片部件呢就翻上来了啊。我在这个地方的话呢，稍微把它定格一下，各位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手臂手掌啊，到时候变成车子的时候翻折是掌心朝上的，然后这个内部的话呢，护膝这一片啊是要压下去，那各位可以把这个画面的定格一下。我们的话呢，可以先考虑一下把它的这个车壳的部分呢，你看得到的部分呢，能折的部分呢，通通把它给对折啊，不对，这个两片先下去啊，两片先下去，先把它给折起来啊，先把它的整个背包呢啊给缩小啊，接着方便我们做后续的变形。手臂跟车壳啊，这里是有一个组合的卡扣的，这个时候也把它给松开，两侧都有啊，把它给打开。然后呢，我们先来完成它的腿部好了，让等一下的玩具能够站得稳，两腿打开，中间的这个大锤的话呢，一样啊，把它弄出来啊。这个部分呢，两侧中间这两个地方黄色部件这里才是有结合的，一样要把它给分开。两腿分开之后啊，建议先把腿呢往前面抬一下下。我们要变形的第一个步骤，我会建议呢，这块部件呢要把它跟后面分开。分开的时候呢，这里因为画面没有办法给各位展示，我跟各位说一下，这里黄色的这里有一个凸，它要扣进这个地方，这里跟这个黄色的凸，就这一块，我的食指跟拇指所指的这两块，这里呢，在人变车的时候呢，是相当需要练习啊，才能够扣得好的一个地方啊。然后后面原本这个啊两侧互相结合这个部分呢，把它推到前面来，扣到这里。那先把它呢这边再翻转一个180度，这里这块部件把它给往上面挑起来，这个会变成人物的这个小腿的一个前半部。小腿的内部在哪里呢？就是刚刚的这个车子的轮胎这个部分，你看得到的部分呢，比方说这个轮胎把它给转进去，这里也转进来，然后呢必须要透过这里的一个多重关节，我们把这个部分轮胎这个部分，这个地方我很难一次说明清楚，就是把它给转到一个特殊的角度啊，或者这么说转进来。小腿的前后部呢怎么组合呢？首先看到这里啊，这里有一个洞，这个洞的话呢，到时候要扣中间这里这个凸啊，因为等一下会看不见，所以先跟各位说一下。然后呢，这个小腿的前半部呢，这一片护具往上推，这一块部件要旋转过来，这里跟这里先做一个结合，这一块部件先推到后面，不要管它，我们直接这样包过来。包过来的时候呢，要先注意一个东西，就是这里它这片部件呢、啊，这片部件呢，未来大货不知道会不会消掉，因为这块部件要卡在这个银色部件的外面啊，这里一定要记得必须要完成这个动作，它必须在外面啊，如果它在卡到里面去的话呢，你后面是怎么扣都扣不上的。然后呢，这块部件呢，我们就可以顺势的把它给推过来，这个部件没它的事哦，先把它给推到侧边去，把它给包覆过来。包覆过来之后确定一下，你看它是在外侧，这里的话呢就是这里有一个洞，要跟上面的这个凸做结合，上面这个凸扣上面那个，好，扣上去。然后你要确定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内部啊，这里内部里面这个啊有扣进去，然后这里也会跟着扣上。这一片部件推过来之后呢，就会跟这里
啊做一个结合，那么这个小腿的一个前后部的一个变形就算 OK 了啊。那这个脚后跟的话是比较简单啊，我记得是这里往后啊，这里打开的时候呢，它这里是有一个要需要利用一点塑胶的韧性才能够扣进去的一个凸在这里啊，这里它本来是这样子扣进去的，你稍微这样扭一下，扭一下啊，我有些手有点滑是吧，扭一下啊就可以把它给推出来了啊。然后这一块部件我记得是往前面推，好的，这样子把脚稍微整理一下，脚后跟啊这个部分的话呢，这里这个凸要翻出来，然后的话呢这个黄色的这个缺口就可以扣住这个地方，那我们这个腿的变形呢就算是 OK 了啊。另外一条腿的话呢，我们就一气呵成的把它变完给各位看一下啊。首先的话呢，这一块里头那块内侧这块部件呢，可以把它给推到前方来，这个部分呢要记得旋转180度，然后的话呢这个部件往前推，这个部件呢可以先把它给收过来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脚的内部这一块啊搓出来啊，搓这一块把它给挑出来，整个给挑出来，那这个是一个脚底板的部分，脚底板你要先变完好像也是可以了啊，也是可以了啊，我们就先把这个脚底盘给变完好了啊，这个扣出来，这里这一片部件把它翻、啊、算了还是先变中间好了，呵呵，手有点痛啊。来，我们接下来变这个腿的中间，这里的话呢这一块部件这个把它给缩进来，然后推过来这边旋转一个，它有一个特殊的角度啊，这样子哎，整个给推进来到这里啊，整个腿就进来了啊。然后这块部件转这里要进来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地方刚有提过了，这一块凸啊记得要卡在这个东西的外侧啊，这是必须要去注意到的，这里啊记得把它放到外侧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我们就可以来扣后面这里，这块部件没它的事把它推出去，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整个部件往内推，推进来的时候呢，这个啊刚提过了，这个地方有一个东西需要跟它做一个组合，来过来整个把它给推进去，因为这个地方你只能够凭一个感觉呢去把它给扣上，就推一下去把它搓到那个定位把它扣进去，好，扣上了 OK， 扣上好，然后这里也扣上了，然后最后这片部件这样能过来这里跟它压在一起就行。那我们呢看到了一个久违的一个有脚的机器人的一个状态啊。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把手臂呢给翻出来，手臂的翻出来是从这个地方把它松开来之后啊，这两侧两个车轮跟这个手臂这里分开之后，你可以稍微的把它往后面推一下啊，这里往侧边推一下。再来的话呢，我们就把胳膊给翻出来，胳膊翻出来的时候呢，我要请各位特别去看一个东西啊，这个胳膊的话呢从这个两侧翻出来，它这个地方跟这里稍稍干涉到一点点无所谓，翻出来各位看一下它胳膊的形状啊。你这个玩具我认为在变形的时候呢，第一次把玩的时候最难摸索的地方就是它的手臂收进车子里头有没有一个规律可言。各位你可以看到一个东西，就是你注意看这三个地方就好了，你这个画面可以定格起来，黄色的这个配件上下上 OK， 你要记得你到时候你手在变形的时候就是要把它转成手臂的这个黄色的护具的话呢，你必须把它转成三个都在不同的面上啊。你看这是三个都在同一个面上，这是三个都在不同的面上下上啊。记得你在变形成车子的时候呢，请可以先把它的手转成哦，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样子，你在车子收进这个肚子里头的时候呢会比较简单一点点啊。那么它的第一个步骤的话呢，从这个地方翘一下，把这个头呢给翻出来，这里有一个两个卡扣给扣进去，邦布比的头呢就出来了啊，这个触角啊什么的可以先不管它没有关系。再来的话呢，把这个手臂啊这个胳膊这里有一块部件松开来，这里一样松开来，两侧中间集中过来，那我们的话呢再把这整个人的这个身体往前面扣过来了，这里就可以把手臂胳膊给插到里头去，手臂的话呢可以回复它的一个原状啊，憋了很久了啊，邦布比，这个手的话呢
稍微做一点简单的调整。这个背包的收纳呢，不管你现在怎么变，反正它的关键在于什么呢？我们把这块背包这个部分呢往前面折下去的时候呢，往前面折下去，你一定要记得这两片部件，这一片跟这一片，它一定是在最外侧啊，先放到这里，把它整个背包放到这边，然后呢把它往内部压进去，压进去之后呢，这个地方往上面推过来，这里会有个卡扣，就会扣上去。这一块卡扣啊，在人变车的时候呢，要抠开的时候呢，请建议由这里斜下施力，它会比较好打开。这样一包，整个背包就收进去了。然后之后的这个轮胎跟这个翅膀的部分呢，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它应该是轮胎要上来，翅膀要下去啊。这里也是一样，轮胎先上来。推到前面一点点，这个翅膀就可以推下来了啊。然后这个轮胎就等于就是放在一个肩膀上的一个位置，这个就是它应该没有变错吧啊。我们的这一款这个 TMT 01赛博坦大黄蜂呢，从外星车辆到机器人的一个变形过程就给各位演示完成了。我们来看到这款 TMT 01赛星大黄蜂的一个人形状态，可以说人形的话我自己还是很喜欢，甚至完全不亚于车型啊，车型我觉得已经做得很棒了啊。那么它身上的一些涂装啊，一些色差的部分呢，在大货呢都会在有所改善。我个人很喜欢它的一个小腿的形状啊，尽管很破碎的一个感觉，但是就是一个圆弧形的一个样子是有做出来的啊。身上的这个金属的光泽也是我很喜欢的，两个轮子的话呢，直接到了一个肩膀上面啊。对了，这个轮胎的话，刚刚在车型下忘了说，它是一个橡胶轮胎，是可以取下来的啊。然后背后，也给各位做一个细节的展示啊。这个真的还是做得相当可以啊。这个轮胎啊，藏在小腿内部，还能够稍微的转动一下，这个力量感就非常的十足了啊。然后身上的这一些涂装旧化，反正呢就是还会有所改善就是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附带的一些东西啊。首先它这个头上的触角是可以动的，那它的一个面具的一个拿下的方法是把这个头给打开。然后呢把这个面罩啊，这里是一个双动关节啊，是一个双动关节，这里把它给推上去，推内部去啊，再盖起来啊，就露出它的一个脸了。其他的小配件的使用，像这个手炮啊，手炮的话呢，这个地方这里两处都有倒钩，分别是扣住这个洞还有内部的这个洞啊，我们就直接的手臂这样插进去，然后这根拇指的话只要从侧边露出来就可以了啊，然后将指头给插进去这个手炮里头。那这里的话呢是建议吧，是先扣好一处啊，另外一处呢再把它给扣上去，这样子 OK， 这样一来，然后拇指就摆在旁边就可以了啊，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有一个手炮。那手炮的话呢，它是也是可以触动它的一个发光的装置的啊，一样是呼吸灯、持续灯 ，OK， 灭掉。好，那另外一只胳膊的话呢，有一只这个隐藏的这个臂刃要翻出来。它这个臂刃的话呢，上方，等一下，又卡住了啊，这里，上方这个地方啊，这里，照这个顺序来啊。这个臂刃的话呢，上面有一些能量光的一个刻画。所以他两手都是有配置武器的，但是呢当然这个能够伸缩自如的臂刃的话呢感觉是更好一点点。那这个大锤的话呢就是直接是握在手上了。综合来说，这款大黄蜂呢人形下车型下的外形我真的是要给予很高的分数，都是非常威武的，完成度很高。唯一要挑的话可能就是它的可动稍稍可惜一点，没有腰转啊，这一点是比较让人家觉得意外的。那么其他的话就感觉吧，没有细小的零件，变形的记忆点也是很强。就是呢这个胳膊的这个转动的这个关节，我刚刚在节目里头特别强调过了，你只要这个地方的转动把握好，其实这款变形难度其实并不高的。然后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背包的收纳。最后我们就来对比一下它跟官方版本的这个背包你一目了然了这一次的一个设计。当然这个成本啊跟这个价位是不能相提并论的。那就利用这一集呢给各位完成我的1699集感谢各位一路以来漫长的支持。今天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